眼下，中国女排结束对战日本女排的比赛后，接下来会继续回到国内福建漳州接受集训，备战一个月之后的巴黎奥运会。在此备战期间，中国女排发生了三个重要消息，和各位球迷具体分享一下。首先，第一个消息，分享一下丁霞或遭追罚的情况。回顾此次对战日本女排的比赛，在比赛进入到第三节。 中国女排十八比二十落后的时候，当时丁霞在和主裁判交涉无果的情况下，在现场爆了一句粗口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。后续了解整个真相之后，才发现当时丁霞是为中国女排发声。那个节骨眼，中国女排通过进攻得分，结果韩国裁判却吹了争球，要求重新开始这一分的争夺。 丁霞一开始要求主裁判可以自行进行挑战，看一下是不是应该判中国女排得分。结果主裁判却建议中国女排自己进行挑战。按照裁判的意思，一旦中国队挑战失败，日本女排将会得到这一分，对于中国女排非常不利。所以当时丁霞才会非常生气，说了一句“国粹”，在现场引发很多的关注。 虽然接下来并不清楚丁霞会不会遭到国际排联的处罚，但是对于中国女排的球迷来说，估计都会力挺丁霞，因为她为中国女排出了一口恶气。第二个消息，分享一下张常宁回应缺席奥运传闻的问题。最近因为张常宁没有得到太多的首发机会，有些球迷担心张常宁接下来能否跟随中国女排出征奥运会，她会不会为了所谓的备孕计划，有可能退出中国女排奥运会的阵容？ 在此次输给日本女排之后，作为球队的队长张常宁接受了媒体的采访，透露了自己的未来计划。张常宁除了总结了比赛的失败问题之外，还提到接下来和各位球迷约定巴黎奥运会见。这一番话无疑已经霸气告诉外界的球迷，张常宁不会退出中国女排。接下来，起码在结束巴黎奥运会的征程之后，他才会有其他的打算。所以，之前担心张常宁没有办法参加巴黎奥运会的球迷，此时此刻可以完全放心。 最后的消息分享一下郑艺昕遭网暴的情况。此次中国女排输给日本女排，多名主力球员受到批评，其中接应郑艺昕更是成为众矢之的。作为中国女排这场比赛首发接应的唯一人选，郑艺昕的表现确实不够理想，也成为了拖后腿般的存在。连惠若琪在央视解说的时候也指出，中国女排在接应方面的能力不足是输球的一大原因之一。 这也导致赛后很多球迷纷纷批评郑益昕这一名球员，认为他不够资格参加巴黎奥运会。当然，对于球迷来说，本身批评中国女排这些球员的表现可以理解，但是一定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。如果郑益昕的能力不达标，后续教练组自然会有自己的考虑。